介子，你找我？二七说，这么晚找你来，我有件事儿要告诉你。你的脸色不好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啊，二七说，坐。二七说，叫您来呢，就是要跟您谈谈分家的事儿。还是出大事了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把乔家的生意做垮了。真的假的？垮了？垮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前些日子还好好的呢，怎么说垮就垮了啊？垮成什么样子了？简单点说，除了山西观音号那些本金以外，其他生意我都跟他们清账了。所有的生意？嗯。包头的父子号、临江的茶山、大德通、大德恒总号和各地的分号？所有的生意。你，哎呀，你这生意是怎么做的呀？你在外边学做生意，这才几年呢，就把家做成这个样子，这一大家子人，这以后可怎么活呀？二十七叔，你先别激动，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，我们入股山西观音号的那些银子也拿不回来了，具体为什么拿不回来，以后您会清楚的。好在家里的银库里面还有些银子，你给大家分了，还有这个宅子，也给大家分分。以后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各谋各的生路，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咱们乔家，那银库里还有多少银子？每家大概能分一千两吧。一千两？那连我在大德通里的本金十分之一还不够。哎，二七叔，我把家里的生意做赔了，无颜再面对他们。但是，我会以死向先人，还有我们的族人们谢罪。你死了有什么用啊？人常说，君子之责，五世而斩。乔家到了你这儿，正好五代。不，季子，快起来，来，快起来，听二十七叔跟你说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那么想。你还有儿子，没养大呢。啊！这是咱们乔家银库的钥匙，我没脸再见他们。您替我把家分了吧，这也是应季。求您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明天的大伙房也要停了，以后各家各自开火吧。二十七叔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，季子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啊！这么多口的人，大伙房停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连饭都吃不成了。季子，老天爷呀，这就是乔家的下场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乔家这桌宴席
就要散了。行啊，行。二十七叔替你擦屁股。替你分家。哟，爷。杜家，杜家，你真的要分家，不要我们了？顺子，去把小顺找来，他跟喜凤的事儿应该有个了断了。别哭了，啊！你的事儿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以后我分家的银子大家平分，你那边能分到100多两，以后自己谋个好的出路。杜家，我什么都不要，顺子就算死也要死在你面前。别胡说，行了，去吧，把栓子给我找回来。去吧。栓子，哭什么？嗯，东家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小栓了吗？东家，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，来，坐下，坐这儿。不是我不坐。哎呀，坐下。顺子，把喜凤叫过来。是。傻小子，哭什么呀？你哭啊？你的好事要来了。什么好事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媳妇儿，过来，过来呀，东家。哎呦，过来，你们俩坐下。东家，东家，我坐下。你们俩的事儿啊，大奶奶临终前早就吩咐过了，因为喜凤要给大奶奶守丧。这一下就耽搁了，啊！给，这是我跟大奶奶给你们俩准备的银子，我一定要看着你们俩成亲，才放你们走。这事儿啊，我交给顺子去办。来，不是我不能要，东家，让你拿你就拿着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东家磕头？哦，东家，哎，谢谢东家。哎呀，快起来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起来吧。这都民国了，不行这个啊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嫁衣啊，大奶奶早就给你做好了。给你们俩商量个事儿，如果不介意的话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婚给结了，你们看行吗？怎么到的时候还没个男人样了？
今天就今天，我愿意，你愿不愿意？说话。我也愿意，我还巴不得呢。这不就好了吗？啊，赶紧办，我还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呢。行了，这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去准备准备吧。啊，哎呀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去准备准备吧，臭小子，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今天是小栓大喜的日子，所以我有两句话想跟大家说。小栓自小跟冬姐一起长大，冬姐待小栓是如亲人一样，带小栓走南闯北，出生入死。但是在乔家最危难的时候，小栓竟然没有能力能够助冬家保乔家周全，冬家还时时刻刻想着我小栓，给小栓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东家的大恩大德，小栓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所以我这杯酒，我就要敬咱们的东家。好，我也喝一杯，这一杯我敬我们家小姐，媳妇能够伺候小姐，是媳妇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媳妇虽不能随小姐去了，但是媳妇保证，从今往后，媳妇不会让小少爷受半点委屈。也希望小姐你在天之灵，能够保佑小少爷平平安安。好了好了，来，今天是你们两个大喜的日子嘛，咱们就不说这些了。来，我带着大家敬你们两个人一杯，也祝你们两个人呢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对，还有咱们这帮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从小就在乔家，受乔家恩惠长大，咱们舍不得这个地方，如今咱们就要各奔东西。但是不论你们走到哪儿，咱们是从乔家走出去的人，咱不能给乔家丢脸。今天咱们借着小栓和喜凤的喜事，咱们敬乔家一杯。敬乔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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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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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乔家，干了。好，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上轿来。当众伙计借喜凤和小栓的喜酒，一声声敬东家、敬乔家，此起彼伏时，乔家大伙房的喜气、人气，至少冲淡了乔家大院上下的伤感。忘却一点太原府的凶险乱象，叵测人心。东家，小栓、喜凤来给您磕头道喜来了。东家，哎，行了，都起来吧，啊。健儿，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东家，媳妇和小栓马上就要走了，媳妇也伺候过大奶奶一场。临走前，
想跟东家求个恩典。讲，请东家让西凤把小少爷带走吧。大奶奶过世之后，小少爷一直由喜凤带着，这喜凤要是走了，小少爷就太可怜了。来，你们先起来。东家要是不答应，喜凤就一直跪着。西凤，这样吧，我写个文书，把剑儿正式过继给你们两个，好不好？那怎么能行呢？东家，不行这个。为什么不行？还不快谢谢东家！谢谢东家！谢谢东家！哎，快起来！东家，你放心，小帅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东家给的。东家。就算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小少爷也会没事的。胡说什么呢？东家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对，没事。都起来吧，起来。其实这个文书我早就写好了。嗯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一早让顺子套车，你们两个带着剑儿走。剑儿，不哭了，剑儿，剑儿乖啊，以后爸爸就不能陪着你了。剑儿，以后一定要听叔叔和婶婶的话，不要惹他们两个生气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，好不好？嗯，行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下去吧。老东家来了，姚姑奶奶，别，乔家的头我受不起。姚姑奶奶，我有句要紧的话要跟您说，请胡掌柜回避一下。下去吧。是。说，哎呦，表四少爷，这会儿就走啊？去乔家伯通知应季，我要见他，有大事。是。老婆，我们还是见潘大掌柜。
大人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和望石分开，又给我加了手铐和脚镣？大人，是担心崔某能逃出这山西府大牢？大人啊，给口茶喝吧。行，桌子上有，自己喝吧。来，坐下吧。好茶，大人，有什么解不开的，开口吧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乔应济要这么干？有人说他这是打草惊蛇，想刺探我，说他干的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为了这山西观音号的银子。大人告诉我，这袁大总统什么时候登基？如果不出我之所料，应该就在这几天了。坏了，大人，马上派人接管山西观音号，尤其是观音号里的银库，派人逮捕乔英济和潘维言，还有那些所有晋商大家。这为什么？撕破脸皮的时候到了。崔某人相信这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不会有五千万两银子。胡说！哎呀，如果没那五千万两银子，潘维言和乔应济那也都得死。东家，潘大掌柜，您怎么来了？小顺子，哎，出去一下。是。我刚从榆次何家来。潘大掌柜，姑奶奶有什么要对我吩咐的吗？叫老东家让潘维言告诉东家一句话。这些天待在乔家堡，一步不出，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不要去参与，更不要去打听。潘大掌柜，是不是那个日子要到了？来人！爷，怎么了？我让你马上秘密集结全省警察，向晋中各县聚集，悄悄地包围齐、太、平三县，还有榆次那些上了名册的那些大商家，给我好好的把他们监视起来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把他们全部抓进太原府大牢。我马上就去。怎么是你啊？这儿没有别人了吧？没有，王银刀被金明镇长叫出去了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小栓，乔家败了，好像只有你活得不错呀。东家给了你银子，在外面置了地，盖了房子，还娶了媳妇儿。这里是银库重地，你有话就说，说完赶紧走。我当然知道这是银库重地，这里面放着我们乔家的银子。我要你帮我，不，帮应济子，帮乔家拿回属于我们的银子。拿银子？你做梦呢吧？这银库是王一刀和小轩共同看管的，而且外面还有太原府的警卫队，别说是让我给你拿银子，就是一只鸟也休想从这里飞出去。
想办法制服王一刀，外边的警卫队我来负责，我只要一天时间就能把银子拉出去，别人家的银子我不要，属于我们乔家的一块都不能少。这件事东家知道吗？我不会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，他现在已经被人吓破了胆，认了怂。你就不怕我给你泄密？泄密？行，只要我不承认，看谁会相信你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不会这么做的，小栓。而且我现在能指望的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仗义。现在为了乔家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只有两个，我和你。那我要帮你做这件事儿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行，等这件事情做成了，我给你一大笔银子，而且我也知道这笔银子你会怎么花。你会把它原封不动地拿给应季子，让他重整旗鼓，对不对？这你也同意？我不但同意，而且也会这样去做。我只要应季子不死，让他好好的活下去。也许他没有我这份胆量，但是复兴乔家，做天下这么大的买卖，我的确是不如他。既然你这么说，君子一言，明天就干。臭小子，让你打个酒打这么慢呢？不知道老子刚才想喝醒世酒啊？这不打回来了吗？快点！慢腾腾慢腾腾的，喝吧。哎，倒上。干嘛去？没干嘛，睡觉啊。坐。不，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，陪老子喝一口。不是，我喝不了酒，我一喝酒就醉。哼，醉了就醉了，咱们俩又不是没喝过，你害怕银库里的银子飞了不少？来，倒一个。啊，小子，你竟敢在酒里给我下蒙汗药，你不想活了吧你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天天说我在你酒里下蒙汗药，还天天让我给你打酒啊？下回你自己打，我还不伺候了呢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松开。我问你，这酒里真没有蒙汗药？有，你爱喝不喝？嘿嘿，行啊，来，把这碗喝了。不是我喝不了酒，我一喝就醉。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不喝是吧？这碗酒你要是不喝，证明酒里有问题。哎呀，
你这一天到晚总是疑神疑鬼的，不就是喝点酒吗？我喝喝喝喝喝。少爷，我快！少子，快带下去！是，走，快带下去，带下去，带下去！哎，快快走！关起来，好，好。栓子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捆结实了。好，我先过去了啊。走。走。快开门。站住！站住！哦，干什么的？这位爷，我们是印币厂的，来送刚刚印出来的禁钞啊。禁钞？是。啊，不对啊。这位爷，哪里不对了？这么多新印好的禁钞，从印币厂运到这里，怎么没有警备队押送呢？对。一定是假的，怎么了？哦，潘大掌柜。啊，潘大掌柜，严师傅，你们总算到了。托你的福，托你的福。这次没有你们山西警备队押送这批禁钞，是怕引起路人的注意呀，反而给禁钞招来了贼。你们都看到了。这么多的禁钞，不是安全的运到了山西观音号吗？潘大经理，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禁钞做担保吗？我当然敢担保了。既然潘大经理担保，放行。你快快快，来进去！快点啊！快，抓紧了！快快，哎，抓紧！快！抓紧了！哎，大炮手，来，好，小心一点，别崴着，小点声。
没事，没事，来啊，接着说。这边，来两个人，往里抬。好好好。银针、银子全部都装箱了吗？嗯，好。各位英雄，赶快把这些禁钞都给我卸下，把库里的这些银箱搬到车上捆好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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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先生，来，快，搭把手。都绑紧了啊！快点！绑紧，绑紧，得绑紧啊！好了，各位英雄，严师傅，哎，都准备好了吗？茶也好了，都收拾妥当了。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怎么办？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就是拼他个鱼死网破也得闯出去啊！走，大伙听好了，都跟紧一点，我会把大家送出去的。出发。哎，潘总经理，你们这些人未免太小看本大侠了吧？啊，还有你，应真少爷，你以为就凭你从市面上买回来一包蒙汗药就能把本大侠制服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有防备，提前吃过解药了。王一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潘总经理恐怕还不知道吧。就在一天前，金敏正长刚给本大侠还有门外的警卫队下了密令，没有本大侠的提前交代，任何人不能从银库拿走一两银子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你说你们能出得去吗？严师傅，在，是时候了。弟兄们，动手！别动！等等！先别动！等等！你们再快能有他快吗？别看你们人多，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未必是本大侠的对手。哼，王一刀，今天是我潘维言一人所为，银车和我留下，现在你可以让大家伙离开。潘总经理，您糊涂了吧？啊，他们人走了，这些银车怎么办呢？王大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山西人要从自己的银库里拉走银子，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大家把家伙藏好，跟我走。怎么不相信我？没有我你们谁都出不去。王一刀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要为天下人安身立命。潘总经理，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？大家听着，事到如今，我们现在也唯有跟着王大侠出去。嗯，请。收刀。
都跟上，都跟着走，抓紧啊，都跟上，快，跟上，小劲儿，我跟紧啊，快点，快，来，快。啊！嗯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哦，等等，哎，严师傅，严师傅，哎，等一下，好，兄弟，我是奉金民政长的密令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好吧，哼，报警，走了，严师傅，走。